郭德纲单口全集每日更新，微信添加公众号输入拼音 ID 单口666，或微信公众号添加汉字老郭单口，一起来看老郭填坑吧。说着话拐弯抹角到了家了，这儿一推门往屋里走，双喜点点头，真挺和谐的啊。大哥跟当间坐着，一边站一媳妇儿，这个都别闹啊啊，待会儿咱们吃面啊，这个吃完面咱们再说这事儿，是不是？要处理的好呢，咱们就看看谁真谁假；要实在处理不好，那我也就认了啊。咱仨人好好过日子啊，一夫一妻嘛，是吧？一个夫人一个妻子，仨人好好过日子。嗯，有一搭无一搭跟这胡说八道，又打外边张双喜儿。带着和尚进来了，啊，往门口一站，这俩嫂子都不脸转过来，啊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双庆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哪儿请来的？”啊，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那谁，您快过来啊，我哥哥张双庆啊，这个和尚叫小老道。别跟人开玩笑，他愿意，他愿意，他就叫这个。我那个，我兄弟年轻，师傅您别怪他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个人呐，跟其他的和尚不一样，放荡不羁啊，怎么开玩笑都没事。你管我叫老道啊，你管我叫什么，你随便叫，随便叫。您不生气？不生气。你有证吗？假的吧你这啊？哎，咱别玩笑。我今天来不为你弟兄二人，我为的是他。拿手一指这俩嫂子啊，这俩人的脸上都一惊，怎么呢？不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和尚看两位，要是据我观察，你二人一真一假。双庆说，要不您回去了啊，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啊？我们都知道，是是是是，啊，你们知道一真一假，但你知道哪个真哪个假吗？双喜儿点点头，这一句话就说到脖子后上了。对呀，咱们光知道有真有假，谁真谁假，知道？您给说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您不是看我买面条了，给我回来的吧？还是开玩笑啊，你以后好些个地儿都得用着我，知道吗？来吧，咱们都上院里来吧。我这人干活快，三下两下就让你明白。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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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人全出来，站在了院子里边。他说，几位，咱们这样啊，我判断一下，我要说真，真的就留下；我要说假，假的赶紧走。你们俩同意吗？俩嫂子都点头，那同意同意同意。行了，打和尚一伸手由打怀里边掏出来一块白绸子啊，在手里边攥着没有多大，就这么一扬手，啪，好像得有个十丈长，这么一扔，扑一下子，这头就搭在这房檐上头了，那头搭在门楼子上头。那您可听好了，这头在这儿，这头在这儿，在空中悬浮着，也没钉子，也没拴上，没绑上的，就跟这儿特别的平啊。几人都纳闷，和尚干嘛呀这是啊？不明白，拿手一指，两位，你二人谁能在上边从那儿走过来的，就是真的；不能走，就是假的。这俩有一个眼泪下来了，我走不了。和尚一指，出去！你是假的，我假的，我走，护住去！双喜儿、双庆心说：“这都不歪的，这哪走得了啊？”可瞧和尚指几步眼，我出，那出去吧，出去吧！开开门出去了，又把院门关上。这儿还站着一个，满脸笑容、美不滋的啊。
这我行，这我行。和尚说：“你想好了，你别逞能，这行，这行，这都行。”哦，你确实能跟这儿走吗？没问题啊，你来我瞧瞧。好，您瞧这个，小瞧这嫂子，电不灵腰一转身，啪，平地就窜起来了，直接的就站在门楼子上了，啊。和尚点点头，来来来，往这儿来来来来。这时候真听话，四六步走的实在的风流啊！呵，往这边走，太神奇了，一块白绸子踩上竟然掉不下来啊！越走越近，和尚乐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太好，来，你还能往前来，来来来来来。走到跟前儿，大和尚一伸手，牛打袍袖里拿出一东西，我去你的！可就扔起来了，火光一道，整歇这位脑门上，由打上边日啪摔在地下了，啊！紧跟着和尚掏出一小布袋来，就把这位啊装在里头。张双庆说：“哎，您等会儿，我瞧瞧什么呀？”嗨，也没什么啊，一只小狐狸，啊！我跟你说，人呐不能逞能。妖精都让我歇下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个大师傅，我都纳闷说这个这狐狸就怎么有狐狸啊？狐狸能成精？过去说狐黄白柳灰五大家，说五样有灵性的东西，这是一狐狸。那么说这个狐狸在这故事里出现过吗？出现过。啊，第一次出现呢，我们没提。所以你们不知道啊，要是电视剧这好表现了，就是张大哥俩第二次去砸那石头王八的时候，俩人跟这儿你一下子我一下砸，这狐狸就在后边瞧着，单挑大指不来呆啊，小哥俩不来呆，我来哪个都行啊，想挺好，打这儿起就很关注。第二次出现的时候，这王八杆儿各位还记着，河边抽水，河里面水鬼跟岸上那狐狸，有个狐狸抱肩膀，俩人聊天那个，就是那狐狸，啊，后来还有一次出现了半张脸，就是张双喜看刀，刀上这儿有一美人头，一抬头，认为是在上头，其实就是这只狐狸，啊，但没想到后边进来吊死鬼把他搅和了，啊，可能人家也是行路行规，啊，我别吓唬吓唬，万一他把我勒头怎么办？所以就隐了身，就是这只狐狸。但是，一瞧双喜儿掉下来了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就藏在里间屋，一直等到张双庆回来，这儿一喊，他跟着出来，后边又一遍啊，咱们吃面，是他。今天这一下子就给歇下来了。哎呀，太神奇！大师傅，您用的什么法宝？神仙嘛，不管是翻天印了还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法宝？和尚说，就是板砖。叫板砖，说您这个开过光吧？没，就我门口捡的。不是您这么大一法师，您带一板砖，这防身防身啊？哦，那得嘞，那一会儿又想起来，那刚才您开门轰走那，那是你嫂子，那是你嫂子。哦，您知道，废话，大活人能跟这上面走吗？对不对？凡事反常必为妖啊。所以说我让他先出去，我怕妖精伤着他，而且俩人穿着打扮一模一样啊，这万一要是误伤了，或者俩人变得一块儿就不好弄，先给他轰出去了。好，您知道那是我嫂子，您刚才说话怎么这么横呢？那不是做戏吗？啊，你给妖怪看着，不是您这么横，我嫂子接受得了吗？够呛。你们赶紧瞧瞧，保不齐跳河了。您那都是人话呀，啊，不是，以后你们哥俩好好过日子，不像话。大师傅您别开玩笑，我嫂子呢？你嫂子回娘家了啊，这个赶紧去啊。哎，你们哥俩都得去，都得去，去呢双喜可能就留在那儿啊，身上带点钱。哎，有什么用啊，看你去好玩事儿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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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说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没实话啊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不是大师傅，那个我去了肯定有事，肯定有事。什么事？你发生完我再告诉你好吗？说着话一开门，大师傅扬长而去。哥俩说那咱走吧，雇个车啊，奔府城门，到老丈母娘家。一进门就愣了，媳妇儿是在这儿呢啊，跟这儿站着面沉似水的。可一看这院里边啊，大箱子小箱子，大包袱小包袱，可是弄了不少了。老头老太太跟这儿正说瞎话子呢，你这事儿闹的，这要走了，你上家来了，你说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啊，这说闲话啊。闺女说我没法去，家里边闹妖精啊，我这不是说回娘家瞧瞧您来吗？老太太说你别来了，你来我晚上睡不了觉，那天好给我蹬到炕底下了，没摔坏了。正说着呢，张双庆张双庆哥俩都来了啊，这叫岳母那叫庆娘的。哦，好好，呵，你看这是，那还上屋坐着吧，别跟这儿待着了。又问客厅啊，吩咐人来给俩人倒两碗。嗯，什么呀？醋呗，他们家没别的啊。说说吧，这个你们干嘛？我是刚才家里有点小误会，我这不那个来接他回家吗？您这是干嘛呀？搬家？不是，不是搬家，是吧？说回趟酸溪啊，原籍酸溪省杏干县，错老来了啊。回趟酸溪，不是您这住好好的，这么些年没回去啊？是一个是人老了也想家啊，还有这个远房亲戚啊，还都跟那个酸溪那儿待着。嗯，我们回去瞧瞧他们。你来的正合适啊，你来了呢，带着我闺女回家。不过还有一个事儿挺为难。为什么难呢？我们都能走，可是东厢房还住着一王大胆儿呢。这没听明白，王大胆儿有家呀，怎么上咱这儿来了？嗨，这两天的事儿。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前文书讲过，王大胆儿啊，负责挑水卖水啊，早晨起着得早，起着猛点了，跑到河边又去了。走着走着，那个草滑，而且来说呢，也不知谁的孩子啊，跟那玩啊，跟那接手来了啊，他也没留神，一脚踩上，咣叽弄一身，站起了一瞧，一身青屎，得我这算青屎名标了啊，下河洗去吧。啊，就站在河边舀水洗，洗完了之后就觉得浑身冰凉，寒彻了骨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浑身没劲儿，不干活没法吃饭。最后找到老太太，跟这醋奶奶说啊，你看我这个实在没办法，这两天浑身冷，又没钱瞧病啊，我这求您来赏口饭吃。老太太好心眼儿，再一个人家通风报信救了自己的闺女。东厢房闲置，你住吧，住这儿吧。找大夫瞧，两天了没瞧好。你要说这会儿走，带他回去也不像话啊。人家这儿呢，也有自己的亲戚，远房的那个表兄弟什么的。再一个，他这病歪歪的，半道出事怎么办呢？所以说为难。哎，张双庆乐，不要紧的，这样吧，您呢，走您的啊，我呢，带着乌梅啊，先回家。他这媳妇儿小名叫乌梅啊，乌梅酸梅啊，反正叫这个名吧，大名叫月兰啊。然后啊，我把双喜儿留在这儿，让他看着王大胆不就得了吗？行不行？双喜儿，双喜儿说行，没事，我带着钱呢啊。出来和尚告诉我啊，说您这儿得出事儿，让我带钱啊。老太太说出什么事？没事，您走您的。简短结束，一家子人归着东西上了大车，侯元吉。张双庆两口子回家，偌大的宅院就剩下张双喜看着王大胆儿。推开了东厢房，床上躺着这位大胆儿，胆子真大，大老爷们儿尾巴的个儿，到这会儿眼窝塌陷啊，光张着嘴，这手冰凉。双喜说，你说哪说理去啊，这不是好模样的吗啊。大胆儿，大胆儿，喊他也听不见，
自个儿搬个凳子坐着跟前瞧他吧。我给你买点什么吃是怎么着？这儿也不搭茬。到了现在钟点说下午五点来钟，这主呼吸急促啊，再瞧脑袋上这汗不是水的，是油的。您记住了，人死之前那出汗，你看脑门也是也有什么见了汗，拿张纸一蘸一看，不是水是油，汗如油，喘如牛，这就是要死了啊。这喘如牛就是倒气儿，老话说这是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，就这么一通忙活，王大胆儿死了。双喜儿不是特别害怕，一个是这孩子经的事儿多，再一个有准备。和尚说带钱去啊，有事儿甭说了啊，他死了，死了可是死，这是个事儿。嗯，这儿出来看看左近的街坊啊，找人问问这王子儿家里亲戚在哪儿。有一人说，我还真知道，他那表哥啊跟我那兄弟在一块儿，我呀让他们谁送个信儿啊。对，那是人本家得在这儿，你没有本家不行啊。那得嘞，就派人去找去了。可去找去没回来，不知道是没找着啊，还是人不在。整个宅子里边就剩这一死一活。哎呀，双喜一琢磨，花钱花哪儿呢？哦，我得给他买棺材，把死人成殓起来，这不叫事儿。人家对我们家有恩，我得管他。去吧。出的门来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找一棺材铺。推门一进来，一瞧，掌柜的跟这儿坐着。这棺材铺不像别的买卖啊。来了您呢，来几口？死多少人？啊，多买还便宜没有？啊，棺材铺诱惑。那个，来来来，您喝茶啊？跟你聊家常，聊闲天，包括你坐会儿，你要走，他也是喝。以后您要是有闲事儿，您给张罗着。嗯，棺材铺的规矩，有闲事儿，不定谁的事儿，您给张罗着。这样行，不能这以后家里死人尽管来啊，我们管够啊，死多少都没事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这行来说呢，跟其他的买卖是有区别的。往这一坐，给沏了杯茶啊，不认识也瞎聊天，大少爷家里挺好啊，忙不忙啊，念书了吗？娶媳妇儿，说闲本等你张嘴。这儿坐下一回头一瞧，在柜台这把角的坐着一老头，干瘦干瘦，就这脸要是没有骨头挡着，这皮能受得里边的啊，瘪太阳，嘬腮帮子，鹰钩鼻子，绿豆的眼睛，你琢磨这模样得多寒碜啊。他跟这坐着低着头啊。张双喜说，那个什么掌柜的，我要一口棺材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价啊。哦，是您要几尺的？哎呦，这我也不知道，没买过，大个儿。哦，行，你看这口行，拿手一指啊，这口行不行？啊，行，您要说行就行。多少钱呢？1000文。1000文钱。这话刚落，把脚坐那干老头抬头，2000文。双喜纳闷，不挨着呀。我跟掌柜的说，这多少钱？你告诉我多少钱？那儿有搭茬的，2000文。哪儿就翻上一倍去了？拿眼睛看掌柜的，那意思这怎么茬？掌柜的直说瞎话，没说话啊。这屋里边可没有旁人，就这仨人，掌柜的张双喜儿收老头啊，2000文。双喜儿听你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叫2000文呢？你们这都说了1000文，我就给1000文。掌柜的，卖不卖啊？掌柜也不抬头啊，行行行，反正我要1000文就够本儿啊。行，您哪儿啊？什么什么大街哪胡同？这儿一说，行，您走走，待会儿大哥伙计给您送去。哎，谢谢。临走的时候，拿眼裂了这老头一眼，那意思你干嘛吃的？你是？老头抬头瞧瞧他，扑哧一声冷笑，又把头低下了。回家吧，到家按这会儿说吧，傍晚6点来钟，
一会儿的功夫，棺材铺的伙计来了，把棺材运进来，把门拆了。怎么了？要不进不来呀？门也拆了，两边支上板凳啊，条凳，上面架上棺材，开了盖儿。像这个入殓就省事吧，有口棺材就算不赖啊。死尸给他换了身干衣裳啊，放到里边去，铺金盖银，又把这财盖给他扣好了啊。大伙儿领了钱，道了谢，走了。整个大宅子就剩下张双喜一个人跟这儿看死尸。双喜一琢磨，这玩意儿我更不能走了啊！死尸跟这儿，再一个你说有个猫有狗跟这儿啊，我得看着点，我给他买几个苹果，弄点香，弄点蜡，弄点烧纸。不管怎么说了啊，也是。生死一场，跟这家呢交情还不赖，我自己呢也买点吃的，晚上呢好歹熬着，盼着到天亮他们家来人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嗯，出去吧，旁边不远就有卖吃的啊，自己爱吃的东西买点酱肉啊，买点饼什么的，又买个香炉啊，香啊，烧纸，找个破盆，弄点点心，点苹果上供呗。回来之后东西摆好了，蜡点着了，把香点着了，弄一破铁盆扔在这儿，烧纸，纸烧钱嘛，这么个意思啊，在这儿等着。